好啊，多谢各位吓。好，戴马 Sir，咁系咪仲有内地新闻啊？好啦，外地新闻今日就比较短啲嘅，尽量讲多啲啦吓。咁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致电图伊马内阿利法洛，祝贺佢连任萨摩亚独立国国家元首。咁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埋中央军委咧，亦都印发咗关于加强同埋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嘅意见。喺9月1日，神舟14号乘组航天员陈冬、刘洋就先后由呢个问天实验舱、气闸舱成功出舱，开展首次舱外嘅活动。另外，国家发改委等6个部门通知，阶段性调整社会救助同埋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，系为咗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嘅力度。系好事啊！其实而家即系嗱，当然啦，中国嘅物资比较丰富啦，同埋比较齐全啦。但系事实上咧，全球嘅物价咧都系不可避免嘅。以前我哋讲话亚洲物价咧，可能就会冇我哋升得咁犀利。咁其实都唔系嘅。而家因为你始终咧，全球能源你贵嘅话，你生产东西都系贵咗嘅吓。咁系不可避免地咧，系会升翻呢个价格嘅啊！多谢你 Vita Yun MM，多谢你。跟住商务部消息就话，今年1月到7月，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平稳嘅增长，服务进出口总额到达339.221亿元，同比增长20.7%，呢个好事啦。跟住仲有一个气候方面嘅消息啊，有一个超强嘅台风叫做暹南落啊，喺持续喺台湾以东洋面回旋，严重影响中国东部海域。国家防总咧喺9月1号已经启动咗防台风4级响应应急啦。咁喺东部地区嘅，如果有网友嘅话就小心啲啦，打风啊！台风啊，呢、这个台湾地区嘅闽南话叫风泰，风泰，风风泰，太唔系太宽咩？系其实我哋中山嗰啲都系咁讲，我听啲老人家咧咁讲，风打风泰嘅啫，你都系咁啊。系 好啦，跟住就要讲下新冠疫情嘅问题啦。唉，就系挥之不去啊！咁截至8月31号，新增嘅确诊病例有368例，其中境外输入咧有61例，本土病例就307，共有31个省（括号区同埋市同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疫苗34.32亿剂次啦，已经9月1号到4号咧。成都亦都喺全市范围展开全员核酸检测，由6点开始，全市居民咧就要原则上系要居家。原則上居家隔離都啱嘅，咁其實因為今年其實咧，呢、這個疫情真係反反覆覆嘅，唔係講笑嘅。咁我哋睇到
喺深圳咧，亦都係有一啲叫做啊，即係冇辦法啦。深圳亦都係有好多個區封控狀態啦。咁呢個成都嚇、啊、都係封控狀態啦。係頭先大馬 Sir 係冇聲咗一兩秒嘅，而家應該有啦，大馬 Sir 嚇。有啲網絡問題啊，即係好少事啊，一兩秒，唔好意思。其實我都試過啊，我哋經常係咁啊，真係冇辦法啊。而家應該得啦，而家冇問題嚇。咁就講翻一個少少嘅好消息啦，就有中國國家嘅電影局就統計喺2022年暑假檔期電影總票房到達91.35億元，比較同年咧就上漲咗23.8%，應該都包括。古生嗰部《明日戰記》啩，系，诶，大家支持一下古先生啦吓，大家记得支持一下古先生啦吓，好有心去做事嘅。嗱、啊，咁其实咧，古先生都系几犀利嘅。我就讲，古先生系超越咗所谓嘅政治界限，黄蓝咧都好多人撑佢嘅。啊，但系我哋都系成日讲唔好讲黄蓝啦，吓、啊，系啦，古先生咁有诚意去做一个作品出嚟，希望大家吓系、啊、可以。去欣賞啦，因為好難嘅。而家做電影，疫而家仲有疫情啊，真係係攞個心出嚟做嘅人咧，好少嘅而家嚇。我哋有網友第一日上畫就睇咗喎，睇早場，多謝你啊，多謝你支持古聲，係。哇！八爪魚睇咗4次喎、啊，哇！多謝你八爪魚，多謝你，好中意睇科幻片，多謝你。好，再讲下讲多两段新闻啦。好，就是美国政府就限制芯片公司咧，英伟达向中国继续出口佢嘅芯片啦。外交部就对于呢件事就有回应嘅，美方嘅做法啊系典型嘅科技霸权主义，中方坚决反对。商务部亦都回应。美方相關做法是背離公平競爭原則，應該立即停止。但這些東西當然不會停止的，說真的它是不會停止的，但這個真的沒有辦法，因為它會持續打壓，持續打壓，沒錯，持續打壓。所以當時社長是說得對的，就說了中國好像已經是可以做到七納米，當然啦，呢啲死人燒藥魚而家扮曬台灣到七奈米，我聽到啲好鳩，唔係好覺得好奇怪，你香港人學咩人啫？你我都未講啊，我就講黐拉唔你自己咯，話啦，嚟咯。咁啊，事實上咧，社長真係講得啱嘅，你猜對咗啊！你一話有七納米嘅時候咧，咁佢就用其他方法打壓你嘅啦，嚇，方方面面啦，我多謝翻。Clara Fung 的支持先，咁仲有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已经推进咗百日行动，截至7月31日咧，总共破获咗毒品犯罪案件2589宗，逮捕犯罪嫌疑人3341名嘅，呢、這个要持续，头先就持续打压呢个中国嘅发展啦，美国方面而家。禁毒呢樣嘢都係要持續去做嘅。冇錯。好，今日嘅中國方面嘅新聞就差唔多啦。好，咁啊，休息下啦。好，睇住啊。好，休息下，聽下歌。好，個仔。那風波翻過，一轉眼從前便已難復再。狂潮又去又来，未能避开。潮流下我独行，只知我仍然是我存在，仍然用信换情，用诚换爱。前路就算似障碍赛。历尽艰辛总把头抬，背起笑声，收起我感慨，
活出真我的风采，浮沉聚散变化又再，但是总可卷土重来。那管世间给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再找爱。